晚会到这里画下句点，谢谢你们这么努力的在丰田挥洒你们的童年，往后期待你们到了小学能够每天开心乐观开朗，有空的时候回到学校来让老师看一看。 长大以后的你，有空的时候回到学校来，让老师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故事给你听。孩子们，勇敢挥手，再见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也要谢谢所有的家长这么热情的支持，来帮助我们完成孩子的毕业典礼。谢谢。 所有的毕业生，谢写全体家长，谢谢。孩子们，别忘了你们迈向人生崭新的旅程的每一步，希望你们能够更懂事，更努力的学习，做一个爱自己也爱别人的好孩子。老师的祝福和期许永远伴随着你们。 感谢今天爸爸妈妈热情的参与，让我们的晚会到这一个圆满落幕。爸爸妈妈，您是否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呢？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活动很圆满，让您觉得满意的话，是不是给我们的在场的每一位老师，还有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？谢谢。还有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幕后的老师。 都是用心的付出，在这一刻有很多的感动，说不出。那我们请我们的孩子可以上台来，报告我们的老师，告诉我们老师几句爱他们的话。 Surely you'll be your pine stoop, and surely.